我不知道这个是对吗？就快乐时光，或者美好的时光，天天向上。丽头，你问，你问茉莉。我春节的时候打算去犹他州玩几天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推荐。嗯，在你去犹他州，我觉得你要去每一个national park，因为。 Mega National Park 是很酷啊，茉莉，你要用这个词，推荐。哦，我推荐你去Mega National Park 在犹他州，因为Mega National Park 是很酷。好的，The National Park 我们叫国家公园。国家公园。好的，好的，丽彤，你可以吗？你想吗？我也想。我不想。<笑>我不想。 了解，你最近好吗？我很好，听说你在学校的成绩排名又提前了，你真棒！哪里哪里，我还得努力。了解，我打算五一去北京玩几天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 这是一个什么球？是一个排球。啊，这是一个排球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好，那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的问题是，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